假如牛老师的演出能使您能得到您的青睐，或者是您感动的话，而您又想做出少许的奉献，那我们在这里准备好小篮子，让您捐上红包。您的热情赞助和慷慨的资助，大会感谢不尽。感谢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朋友们，在推广健康文娱活动，也有你们的一份力量。我谨代表刘艳丽老师。我愿